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的 Linux 视频，我是沈超。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桑巴服务。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桑巴的配置文件。上节课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学过桑巴是不是有四个相关文件？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对吧？那桑巴的配置文件叫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叫做 smb.conf，我们先打开这个文件看一眼。那么这个文件啊，看起来很长，默认是将近300行，对吧？其实绝大多数是注释、井号开头的。那在这里小心啊，在桑巴的配置文件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注释方式，是用分号开头的注释。那这种注释呢，其实对桑巴来讲，它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我给你们举的例子，如果你需要打开就可以用。它跟这种井号的文字注释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用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注释方式啊。其实这个配置文件里绝大多数都是注释，不是注释的内容就10来行。那有些人啊可能会觉得这个注释太多会干扰我的操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干嘛？我们完全可以干嘛？通过。取反 grep 是吧？取反井号开头，把所有的井号开头的注释是不是给去掉？没错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只剩分号开头了，对吧？那完全还可以干嘛？再把分号开头的是不是也给去掉？那这是正则的意思啊，这个尖角号是正则开头的意思啊，行首啊，这个尖角号。那去掉之后呢？有很多空白行啊，对吧？那这个空白行呢，我们在12当中学过了，用 unique， 对吧？取消重复行。有人说啊，老师取消完了重复行是不是好像还有重复行？那这个就没办法了。这是啥？它可能有些是直接回车了啊，这里有些呢，可能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退格键啊，或者是空格？他认为这些不是重复行，这就没办法了，对吧？那你可以看到取消之后。这个文件真正生效的，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注释，只是它不是开头啊，所以它没有去掉。其实真正注释的内容，那我们再取一个，那我们再取消一次。其实这个再取的话，就是取消包含有井号的行，对吧？那取消掉。那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生效的内容其实就这么10来行，那非常简单的一个配置文件，非常简单，对吧？好，如果有你愿意啊，你如果喜欢。你完全可以就拿这个东西当成配置文件来改，只是啊，我并不习惯。我习惯的还是什么，在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大量的例子呀、注释呀？说不定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确实啊，文件过多、注释过多会影响查找，但是当你对它比较熟悉了之后，其实这些注释还是有帮助的啊，看你的个人习惯了。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文件的注释方法。2种注释，注释井号和分号，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文件的这个格式。首先啊，第一步前面这段内容其实跟配置文件跟我们桑巴无关。这些东西呢，是说你的这个桑巴服务会被 C Linux 这个安全组件来阻断，或者说来管理。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习过 C Linux 这个安全组件，所以各位，请你把你的 C Linux 关掉。否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桑巴是无法正常访问的。 OK，FTP 其实也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之前为了讲 FTP， 对吧，我们的 C Linux 呢是关掉的。如果要关，是不是配置文件在这儿，把它改成 disable， 然后重启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可以通过 systatus 这个命令查看到 C Linux 当前的状态啊，是关闭的啊。请大家小心，一定要关，否则后续的实验都做不了。好，这是我们桑巴服务的前面的内容。那剩下这些内容呢，从这里开始是我们桑巴的整体结构。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桑巴是分了2个大类的。第一部分是 global setting， 全局设置，看这是双等号，对吧？下面都是单等号，减号来区分，对吧？那往下拉往下拉，这些都是单等号，对吧？单减号，那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二部分 ，shared definitions，
是共享配置。那么我们的配置文件其实就分了这样两大部分，全局设置和共享设置。在全局设置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全局设置都在这个中括号 glob 这一个区域范围之内。我们回来看啊，往上翻啊，上面从这里是不是都是全局设置，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为这个全局设置起了一个这个名称，哎，在这儿，在前面，就是这儿，对吧？我们下面配的这些其实所有生效的全局配置都在这个 glob 这一个区域范围之内，来看往里缩进了，对吧？那下面这个共享设置呢，默认是有这样三个区域存在。那我们看一下，往下啊，有点晕啊，上下来回拉是吧？那其实看幻灯片可能就更清晰啊。在这里有三个这样的共享设置，第一个是 homes， 这个 homes 呢是默认情况下针对任何用户生效的，任意用户生效，每个用户登录之后，大家小心，我上节课强调了，桑巴用户是系统用户，桑巴密码单独设一个桑巴密码，没有跟这个系统共用密码，对吧？但是它必须是一个事先建立的系统用户，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用户添加为桑巴用户之前，先要把它通过 useradd useradd 命令把它添加为系统用户才是可以的。那也就是说，既然桑巴用户也是系统用户，那么这个用户是不是是有它的加目录的，对吧？那默认情况下每一个登录的用户加目录都是共享的，登录之后你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网上邻居当中可以看到你的加目录的名字。哎，这块虽然写的是 homes 啊，但是当你登录，比如说我登录的用户叫 user1 user1，那么这个目录共享目录名就会变成 user1， 变成你的加目录。哎，这个还是有点意思，挺神奇的。所以第一组共享的这个范围区域是用户的加目录，用户加目录。第二组呢是打印机的设置。其实我就说啊，各位，桑巴来做打印机其实不太方便，使用起来各种情况下没有 Windows 的这个友好。原因很简单，我们绝大多数客户端都是 Windows 系统。所以第一，首先我们也没有打印机来做这个实验。其次呢，Windows 当中打印机安装使用更加简单，甚至都不用讲，双击就可以，驱动一装双击就可以。所以呢，远比 Linux 方便，所以现在打印机的服务器一般不会出现 Linux 的。而且现在的打印机越来越强大，是吗？它直接自带 WiFi 模块，直接自带网卡，一插就行，连操作系统都不需要。也就是说，原先的打印机是必须接在电脑里才能打，现在呢都不用，打印机自带网卡，自带网线，直接接网线就直接可以打印，往打印机单独分配 IP 地址就可以了，要简单的多了多。所以各位，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讲了。那往下呢，这里是他举的这些例子，看这些例子就是你们用户可以按照他设定的这个例子，然后来做自己的这种共享目录。那换句话说，第三组呢就是我的自己的，我的共享目录，是共享的意思，我自己来设定。好，讲这个文件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这个配置文件的结构。哎，我一直在强调，逻辑性才是技术课程的灵魂，对吧？我们才知道我们该讲什么。好，知道了这个之后，我们先来讲全局设置。那同样，我们讲的全局设置呢，主要讲的是这里面直接生效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把光标移动到最前面啊，移动到最前面，往下拉。好，这里全局设置，对吧？第一组生效的内容 ，work group， 工作组，啥东西啊？我们回来啊，我们说 ，Windows 其实在访问邻居的时候，网上邻居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工作组的选项才可以。如果没有，其实应该这样说 ，Windows 在搜索你的网上邻居的这个数据的时候，这个文件的时候，它要先干嘛？比如说，我们这里啊，看一下，这里有网络，打开，它这里先看到的是什么？工作组名吧，在你的共享的计算机里。哎，
如果你从来没有跟别人共享过，对吧？哎，我们局域网内啊，不知道是谁的，这帮家伙的这个倒了霉了，是吧？被我这个做实验啊，很卡。这个他在不断的尝试进行这个主机名和 IP 的对应啊，所以非常卡。那么其实在这里正常情况下应该先看到的是工作组面，但是在这里应该是先看到的工作组面，但是我没有。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不是都是直接是计算机名？原因很简单，我们所有的人都直接在这个工作组里。那如果有人，其实这是 Windows 的默认工作组，如果有人的工作组不叫这个，比如说我们 Samba 当中的工作组，我们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默认叫做 Mac Group。 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局域网内有多个工作组，它列出的就不会是这样直接列出计算机名，而是先会列出两个工作组，然后你手工去点，你点 work group 进入这个工作组里面的计算机，点 mac group 进入这个工作组里的计算机，其实目的还是为了便于管理，听懂了吧？听懂了吧？工作组的作用啊，换句话说，这是 Windows 的要求啊，它必须要有工作组才可以在里面共享文件，所以写就行了。那这里呢，其实工作组你写什么都可以，问题不大。在网上邻居里是可以看到多个工作组的。OK， 好了，工作组里。但是啊，我们说，如果你的 Windows 加入了预控，加入了预控制器，那这就是两回事了。那这个东西就会变得无比复杂。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可能我们由于 Windows 的预期是现在，或者说 Windows 的服务器现在使用的这种几率比较小，所以像这样比较繁琐的东西，我们其实基本上用不到啊。好了，这是工作组。其实理论上来说叫什么都可以，其实有些人觉得还得单选一下，所以我把它直接改成跟 Windows 的工作组一样多好。哎，也可以，没问题，你改就行了，对吧？好了，接下来呢是你的服务器的说明。各位，这里写什么，待会儿在搜索的时候看找工作组的时候，这里找到工作组，如果你写了什么注释说明，在这个后面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对应的说明信息。那这里呢，默认写的是 Samba 的这个版本信息，百分号 V 是一个变量，用来描述当前的 Samba 版本。其实，一贯的主张，我们讲阿帕奇的时候，我们也说，一贯的主张，这个版本的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反馈给客户端，原因有可能会被称为有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这种脚本或者跳板啊，脚本或者跳板，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个说明你就要不然你就乱写一通，要不然你就这个把这个变量删了，可以吧？那我们就既然都说了，那我就改一下，把它改掉。它这块写的是这个服务器说明是 Samba Server 的这个 license 版本，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 SC 的 Samba 啊。OK。待会儿其实等我们改完，到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搜索完，这第二次再访问的时候，这个组名就会显示在网上邻居里。OK， 好了，这是两个生效的内容。下面这些其实都是简单的访问控列表 ，NetBIOS 名啊，如果真的有 Wins 服务器才需要，现在没有啊，不理它，我们就用 IP 访问。那下面呢，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访问列表，比如说允许这个网段访问，它的意思是看。它这样来表示网段，但是我们说，其实这种简单的 IP 控制完全可以通过防火墙来取代它。那我们后面试一下，那我们后面做实验的时候试一下，暂时知道就可以。接下来呢，日志，对吧？日志，那其中这个变量呢是代表的是，哎，我这里其实最后写了变量，这里面呢是写的是你的客户端的主机名，也就是说。你的日志保存在这里会叫做 log 点儿，你的谁访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计算机一访问的，它就会叫 log 点儿计算机一，叫它的主机名，叫它的 NetBIOS 主机名。 OK， 变量好。然后呢，下面是说最大日志的大小，50个字节啊，50个 KB， 如果超过这个大小会删除前面的内容。 OK 啊，会删除前面的内容。好，这是第一组，哎 ，Global Setting 里面的内容啊，全局设置很简单。然后往下看，这里出现了服务器安全级别。那么各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 Samba 当中，其实默认支持的级别变化了。
是优色沙尔或者是色沃级别，那它能支持的级别在这里。如果是沙尔级别，代表任何人不需要密码就可以访问，相当于你在你的 Windows 共享之后开启了盖茨的账户。哎，啥意思啊？ Windows 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在这里共享我的文件，对吧？那么共享之后呢，如果我这里说选择是某一个用户可以访问，那是不是只有他能访问，对吧？但如果我这里添加了这个盖茨的用户，我的 Linux 当中开启了盖茨的用户，那我一旦选择的是盖茨的用户对这个文件有权限，那么就代表任何用户都可以直接访问，不需要输入用户密码。那有人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不要密码的家伙是反人类的，对吧？我一直都觉得这种不要密码的东西是不安全的。但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是 Windows 或者是桑巴主要是做局域网访问，有些时候呢公司里的老板他会给你提要求，什么就是我输密码我很麻烦，我就不想输密码，你就让我用不要密码访问啊。这个时候你就只能认，对不对？你不能给他去讲，你说啊，老板没有密码你多二啊，多傻啊，你看你多不安全啊，你看着你的这个后门随时就有可能被盗啊，你不能给他讲这个，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级别，我们后面试一下好吧，不需要密码。那默认级别是优色级别，也就是我说的系统使用系统用户，哎，登录桑巴使用系统用户使用桑巴密码来登录，这其实就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种密码级别。而至于下面这两种 server 和 domain 都是什么，通过第三方的专门的这种密码验证服务器来登录，这个我们说，第一配置比较复杂，确实比较难。第二，桑巴主要是用作局域网进行数据共享，而局域网绝大多数人员或者情况都是学校和公司，你的所有的人员都互相认识，所以其实不会面临这么严峻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它虽然提供这样的认证，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再研究吧，其实一般情况下局域网是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局域网的人你互相都认识，对不对？比如说就我和李明老师坐在这个教室，我要攻击他，他是不是下来大嘴巴抽我，对不对？啊，这个事情肯定不行的，你要考虑后果，对不对？哎，对，好了，所以我们主要讲的是沙尔和优色这两个级别。好，密码安全级别，那么各位 Global Setting 就是这些。下面呢其实就说了，如果是预级别验证看怎么怎么配，对吧？预级别验证的控制它的例子都在这儿，对吧？用到的时候再说吧。那其实现在都是注释了，那我们可以干嘛？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啊，这些都是这个啊打印机的设置了啊，对吧？也不需要。我们往下走，我们来讲共享设置。共享设置里面其实它的这个关键字我们如果仔细看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小心，首先在中括号里面写的这个是共享名，共享名字啥意思？我的这个目录叫第五讲桑巴服务器，我这里共享的时候我可以给它专门起一个单独的共享名，也就是说我可能不叫这个桑巴服务器，我叫个别的，我叫做这个沈超老师这个视频资料，对吧？点共享之后你在网上邻居里看到的是这个共享名而不是这个目录名，哎，你能理解？所以啊各位，这个里面写的是共享名，换句话说你在这里面写什么内容他在网上邻居里看到的就叫什么。哎，我们待会儿可以试一下，对吧？哎，共享名啊，这是。那剩下的这些关键字呢其实非常相近，我们就看一下幻灯片。那第一组 comment 描述其实就是说明，写什么你写什么，待会儿在登录之后在你的这个目录名的后面会有一行注释信息，描述一下这个目录叫干什么的。那可写可不写无所谓，叫什么都行，对吧？下面这个呢是 pass 指定你的共享文件的位置，啥意思？看这个就是 pass， 那啥意思？其实这是共享名，而这个就是实际的目录名称
和它的保存位置。也就是说，桑巴是可以手工指定共享位置的，而 FTP 呢，它的基本用户访问如果不用虚拟用户，你是不能指定它共享在哪里的。它共享的哦，能指定桑巴 FTP 当中是通过关键字来指的，对吧？这个也能指，我们是通过 pass 来指啊，脑子有点串了。好了，这是指定共享位置的。 OK， 好，换句话说啊，这是共享名，这是原始目录名，知道就可以。好， guest OK 呢等于 public， 如果加这个关键字，其实的意思就是允许任何人访问，那任何人这个登录之后都允许访问这个目录啊。小心啊，这里啊和刚刚的这个事儿还不一样。如果你的级别设成事儿是指任何人都可以登录你的桑巴服务器，而这个针对的是目录，如果你给某一个目录，比如说我给这个目录设了 guest OK 等于 yes， 那么任何登录到我的桑巴服务的人都可以访问这个共享目录，明白了？这是 guest OK 的意思。当然了，他真的有了 guest OK， 就任何人都能访问了吗？各位，这么说，桑巴不光受桑巴的权限控制，还需要受 Linux 系统的目录权限控制。也就是说，这个目录得拥有其他人都可以访问的权限，他才可以访问。也就是说，他最少这个目录是不是要有五权限，其他人有五权限才可以。如果你给目录权限设的是700，那么这块就算写的是 guest OK， 那么也只有这个目录的所有者可以登录，其他用户不可以。听懂了？换句话说，这个目录到底能不能访问，不光取决于桑巴权限，还取决于 Linux 系统权限。好了，这个我们后面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会详细的或者说再来给大家解释，通过实验来完成，知道就好。在这里，这个关键词代表任何人都允许访问。那下面这两个 redundant 等于 yes 代表所有登录的人都是指路 write able 等于 yes 代表所有人登录之后都是可写，但是这个两个权限是有冲突的。啥意思？比如说我如果写 redundant 也等于 yes， write able 也等于 yes， 那么它到底可不可写？各位，这个根据查的官方的手册和资料，它上面说谁写在这个文件的最后，哎，这是整个配置文件内容，谁写在后面谁生效。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写的 write able， 后写的是 read only 等于 yes， 那么这个文件是 read only 生效。听懂了？其实这两个权限大家知道，这两个权限有点冲突。为啥？ read only 等于 yes 是所有人指读，那如果 read only 等于 no 呢，那是不是就不是所有人指读了，那就是所有人都可写了，对不对？那 write able 等于 yes 是所有人可写，那 write able 等于 no 呢，那是不是所有人指读？所以这两个权限是重叠了。换句话说，你在一个共享目录当中挑这么一个权限就 OK 了，你不要翻二，两个都写上好不好？对吧？好，这是可写权限。再往下， write list拥有写权限的用户列表，啥意思？假设我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登这个目录，比如说所有的用户都可以登这个目录，因为我写了 guest OK 等于 yes， 而这里呢我又让允许某一个用户写，允许用户写，我如果这样写是所有用户是不是都可以写，但是我不想，我想干嘛？我想只让其中的某一个用户可以写，其他用户都只能访问，只读不能写。写在服务器上，文件服务器的写，所谓的写就是指的是上传，对吧？那我现在想，我只让他们可以上传，而不让他们可以写，只让某些一个用户可以上传，而其他用户都只能只读，可不可以？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关键字来控制。User list 等于假设等于 user 一，那么 user 一可以写，其他用户都只读，明白了？啊，这是控制拥有写权限的。这个 browsable 是否可以浏览啊？在网上邻居当中是否可以看到？等于 yes 代表能看到，等于 no 呢代表不能看到。但是这个地方等于 yes 还是等于 no， 跟它这个目录能不能访问没有关系，
只代表这个目录在网上零距离里面能不能看到，一般情况下都会写成 yes。 如果写成 no， 这个目录是会看不到的，然后代表的后果是所有人都只能猜我在这个服务器上共享了哪个目录，这不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所以啊不建议等于 yes。 啊 wide user 呢是指定哪一个用户可以访问这个目录。哎，如果是 guest OK， 我们说写的 guest OK 是比任何人都能访问。那如果没有 guest OK， 写的是 wide user 呢，比如说 wide user 等于 user 一，那么只有用户一能访问。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定义共享目录权限的，目的是为了干嘛？设定这个目录哪些地方可以让人访问，哪个目录可以让哪些用户访问，哪个目录可以让哪些用户登录啊，哪些目录可以让哪些用户下载，哪些用户可以让哪些目录可以让哪些用户上传，目的是为了设定权限的。但是我想说，你感觉乱吗？我的感觉它的这种配置其实非常混乱，其实不太便于我们使用和理解。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嗨，各位，其实超哥的建议，既然我们的这个权限是桑巴权限也生效，系统权限也生效，对吧？那各位，系统权限其实要比桑巴权限合理和好分配的多，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使用桑巴权限来控制用户访问，而使用系统权限。原因，至于怎么做，原因我们后面做实验的时候我再详细解释，我们这里先听一句就可以了。当然桑巴自带的这个权限可以控制吗？可以，只是它适合一些简单情况。一旦我们的权限是一种叠加的繁琐的复杂的，这个桑巴权限其实就捉襟见肘啊。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公司当中，大家去想，我有可能是什么，我们就假设兄弟俩，我们现在有教学部、教务部、招生部、市场部、院校部、人资，然后行政，然后什么总裁、副总裁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权限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个部门要对他有毒，这个部门要对他有毒，这个部门要对他有血，这个部门呢要对他有毒，这个部门要对他有血，这个部门要对他，这个部门要对他，看到了吗？他是这样的一种权限网。那我想问他，桑巴自带的这些权限，你觉得分配这样的东西，实际工作的情况下死人吗？其实我说，超哥最开始的时候分配桑巴服务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去用这个东西来权限来画。我告诉你，我当时为了给我们公司十来个部门画一个可以共享的文件服务器，我画了两个礼拜，每天上班之后什么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抱张笔抱张纸坐在那画画权限，画到最后发现完成不了。结果最后发现系统权限其实要比这个东西简单的多。所以各位，这些权限桑巴自带的权限不是不可用，可用，但是它适合较为简单的权限划分，而不适合非常复杂的实际工作的权限网。原因很简单，就算你的公司很小，其实我们如果给每个部门来画的话其实还不错了，没让你给每个人画一个就不错了。给每个部门来画的话，你去算任何一家公司其实要想正常运作怎么也得十来个部门，这种情况下用桑巴权限来做会死人的。 OK， 这个危言耸听的话先说到这儿，我们后面来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来逐步演示，我们再来试试。好了，配置文件里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些选项就是这样。其实讲配置文件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从头到尾都讲了，你也从头到尾都听了，听完之后呢，该不会配还是不会配，该不知道是什么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啊别着急，我们后面是不是还要做实验。好了，这里在桑巴里面有一些常见的变量，那我们看一下。其实我把光标放在前面，搜百分号 V， 其实这个我们见过。哎，搜索百分号 V， 咦，小写 V 吧。哦，百分号 V 是啥？是不是这个版本说明啊？我刚刚是把它删了，对吧？好，没了。那百分号 V 是一个变量，记录的是你的桑巴的版本号。
再搜百分号大 S。来，在这里看，代表的是登录用户，也就是说，谁登录这个，我是不是说了，这个目录是不是共享的是加目录？任何一个用户登录之后，这个用户的所有者都是这个加，然后呢，目录名 homes 就会变成加目录的名字，所以代表的是登录用户啊，登录用户。百分号 m 代表的是客户端的 netbase 名字，让我们搜一下。百分号 M，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刚刚这个日志？日志是记录的是每个客户端单独记录一个日志，对吧？百分号大 L 呢，记录的是服务器端的主机名 ，NetBase 名，让我们搜一下。好，在这里，哎，如果有登录的这个目录需要来记录的话，是有了，但万一碰到了，那这里知道一下。然后呢，百分号 U 是登录的用户名。而百分号 G 是登录的组名，哎，这里面有一些用户名和组名，哎，代表变量啊，知道就好。好了，这是我们几个常见的这个somebody 的变量，其实最常见的还就是这个版本啊，其他的知道就好。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这节课呢，我们讲解了一下 somebody 的配置文件。somebody 的配置文件是分了全局设置和共享设置，然后我们分别讲了它默认生效的这些关键字的作用。那么各位，全局配置基本上不需要大家去动，我们主要更改的还是共享配置，为了分配权限，对吧？好了，当然啊，虽然说我们把所有的配置都讲了一遍，但是我相信你还是一头雾水，什么都不会配，没错吧？所以别着急，我们后面会再来配它对应的实验，我们后面再说。好，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节课再见。